台湾21天的第二天。我们昨天其实就已经到了，但是呢，我们就是昨天比较累，所以我就没有拍。今天又第一天，然后行程跟我上一部影片一样，我们今天又来牙医那边了。我基本上回来台湾，第一天就是找牙医，不然就是。有些事情啊，我觉得接下来都可以记录，因为在台湾有蛮多事情要做的。对，因为上一次回来哦，我们回来差不多快两个礼拜嘛，然后我发现每天都在晚上唱歌喝酒，基本上没有回去我们大学，没有回去我们喜欢的夜市，就很多地方没去到。对，所以这次我们回来的话，我觉得更多时间。嗯，这次比较多时间。然后呢，这次回来不是只是玩而已，我们这次呢还有要拍 MV。拍了三年的情歌。对，这次回来就蛮多事情想要做的。好。今天就带你们来看牙医，因为我其实牙齿也还蛮多问题的，也不是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不在台湾嘛，然后我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做治疗，所以呢，现在就要给医生去调整好我要的样子。我们现在去找牙医了，我要再跟你们慢慢的讲一下我的牙齿有什么问题。我们到牙医了，哇。漂亮，那你当自己家。苗医师家就是我家。OK， 大家讲一下大概我牙齿现在遇到的问题。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就会发现我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下巴会有点出来。还有就是咬合的问题，我这边是咬不到了，所以这次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都比较麻烦。那蔡常勇的好像差不多了，你要毕业了是不是？我想毕业，你知道我来那个原因是因为我想叫杨医师给我毕业，因为杨医师就是他很喜欢做最完美，但是你想要毕业没有耐心了。就现在跟做100%没有，可能大家看不出，是我们自己才看得出，因为医生的审美比较不一样。杨医师真的是很追求完美的人，哇，素颜就不一样嘞。对了，你化妆吗？是不是？有啊，我画了眉毛，刷了眼睫毛，又画了口红，其他都没做，因为真的太累了。对，我睡了一个小时就搭飞机，我在飞机上也睡不好，真的蛮辛苦的。然后又有小孩，小孩的声音也蛮吵，然后到这里就一直活动到晚上12点，然后倒头就睡，太累，我真的太累，感觉还是还没有睡饱。带你们去见牙医师。我们来看看，等一下走过来的是不是他？我就知道是他，声音那个温柔的声音，舒克，大女头啊，大明星，大明星，什么大明星？哒，又见面啦！为了你还懒人家，你不要在那边讲话花花。哇，咖啡！医生太忙了，对，叫我们到他办公室然后喝咖啡。杨医师每次都叫我们进来他的办公室住，然后他外面什么搭那个招待室是都没在用。有介绍他的屁股吗？上次好像没有开过。哎，医生来了，你怎么进来了？你怎么突然有空？我们在形容你的屁股。对，那一颗屁股，枕头屁。我要跟你们说，你们还要再等一下。哦，好，可以。拜拜。来，等一下见。怎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蔡医生的工作室。杨医师都很喜欢买一些很贵的东西，这个是他的特色。其实我不懂啊，这个屁股，你看可以转了这地方。这个东西像枕头，可是你看后面哦，其实它是一个屁股哎，我蛮喜欢这个东西的，主持人。这东西很适合出现在我的家里，然后还有这个我也觉得蛮可爱的，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小娃娃，然后也是可以转的，感觉这些东西都蛮贵的。有网友知道多少钱吗？如果知道可以留言一下，因为我蛮好奇他到底买这艺术品的多少钱。然后这边就有一堆酒啊、喇叭，有的没有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蔡医师坐的地方，这个就是我招待贵宾的地方。贵宾。Go, 叫一下。我在看我以前发的东西，我竟然那么有文艺耶！因为这我们讲复合那件事情，因为就有些人讲我们炒作那些，我就写了一段话。天哪，我就2017年，然后我以前文笔那么好的吗？如果你们找到这个贴文，我就去看。在 Facebook 2017年的Paul Susan爱Facebook。医生终于有空理我们了。医生在这里。我不要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好可怕。请说出你的问题。是我的咬合，还有是我讲话会不自觉的变这样，就是。看了影片才发现我的讲话怎么会这样？可以看，我就是那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好明显哦。是。对吗？有。我又要戴橡皮筋了，来解决我咬合的问题。你会有右边咬合的问题，是因为很认真戴牙套。是吗？你看到了吗？幸好我没有这个问题。很认真有好处有坏处，当你要很认真戴牙套，那材料有一个厚度，上面牙齿往上走，下面牙齿往下走，然后会有一个小缝隙，你会觉得比较咬不到。那解决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解决下面其他的问题。准备吧，打开你吧，你走开。
而且戴回橡皮筋呢，这个是来做一个牙盒，就是把它贴在一起。因为我之前不是拉橡皮筋嘛，他们就觉得那是口水啊，真的怎么会有口水那么持久？那我觉得你这个礼拜应该也可以不用戴牙套。哇，我会很紧张，也没戴牙套，没关系，因为我每一天都会戴。下礼拜要过来多一次，好，下礼拜。现在到蔡长勇在做，结果他也要拉橡皮筋，赞啦。不是我一个人拉而已，我就跟你说了，医生就是追求完美的。我现在戴的是要拉四颗，就有让他迅速在一个礼拜把那个咬合拉缝回来，要很勤劳，不然的话就追不上那个速度。因为我们这次回来三个礼拜这样子，医生拜拜，我们下礼拜见。然后你我橡皮筋，可恶。OK， 拜拜。拜拜。呀，我们现在呢要看电影，我们要体验一下很贵的电影。对，这个电影差不多一张票1000台币，130-140马币。没有啦，那是因为包括吃。那就是想卖啊，不可以分开买啊。是、哦。对呀、啊，所以就是这个1000台币里面，你有500块的钱去买吃的，因为超过500就要加钱啦、啊嗯。但是他就是这样卖1000，蛮贵一下。是蛮贵，然后是看了什么电影知道吗？主持人不想看电影。对。就是新海诚的新电影，之前他是拍《你的名字》，今天这一部忘记什么名了，什么？什么拎什么的，对，这个电影院呢，就是可以躺着看戏的，然后有背那种。躺着只是看戏吗？比较烦。我来带你们大家体验一下这个电影院。我们现在搭电梯到10楼，这电影院就在远东百货的10楼。Movie Cinema， 呀，我们到了，等等，我们看这部。叫《灵牙之旅》，然后我们不是自己看的，我们是跟安生一起看。奇怪吧？为什么躺床的，然后安生还有？就是因为安生有女朋友了，所以我们就是打不得的感觉。你去哪？他叫我说去那里有专属的服务。嘿，安生！12000的 PS5， 这很无聊，不需要介绍。哎，这衣服好厉害哦！我不想要介绍这种东西，我想要介绍安生的女朋友。哇，好特别哦！好，这张的话是我们的套餐，然后这的话是988元，跟我们讲话是跪下来单膝。我们巴拉可以跟我观众打招呼吗？好害羞啦，害羞啦，害羞啦！你不要放太大，阿珍会生气。好，我们现在要点餐，我想要吃这个贝壳面。对呀、啊，你会吃我没吃过的，因为辣的啊，我就想吃辣的。你可以给他做要加辣啊，太棒了，走吧，我们点好餐了。这个、这个是限量版辣椒。我们点好餐了过后就进去，一边看电影一边吃。哇，感觉这里好舒服哦！哇，还有毛毯，好大。对啊，哇，原来都是这样的。这里还可以调节，还可以充电哦。哦，这个是那个桌子。天啊，我两位白痴的朋友故意跟我们买同一间这个时间段，然后现在才进来，我们已经看了半个小时有了吧。重点是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你们？他们的最后半小时，最后半小时，对，然后他们已经看过了。哎呀，好甜蜜哦，我把安生记录一下好不好，记录甜蜜时刻。蔡长勇你真的是很烦，蔡长勇不要过去好不好，躲开他。甜蜜哦，我们现在是 triple dead 哎，我们现在结束了，然后呢，我觉得大家那个灵牙之旅是蛮值得推荐去看的。如果你可以 before 看之前去了解一下整部剧在讲些什么的话，你会更明白。据说这是联系到一些日本的震灾，像是311的地震那一些海啸，所以我觉得大家 before 看的时候去了解一下在讲什么，应该会更有共鸣。然后我们现在呢，准备去吃晚餐。吃晚餐呢，在信义这边逛逛。你要给大家看，很久没看到那个《台北101》吗？哇，那很久没有看了。我想说，我们每次跨年都会来看它。其实我们到两次台湾都没看到这个101，因为一直在耗。我们到晚餐地点了，先吃串烧。
感觉居居就没问题。台湾吃东西都很常规的位置。因为今天是假期吗？不是，是情人节。啊，情人节。啊。你们怎么可能不记得要讲讲？啊，我们现在转战地了，因为我们要等对要等一下，所以去逛逛。我的影片要变成记录安生拍拖的日记。蔡长勇，真的不关你的事。我们最后来吃海底捞，因为太多店没得订了，所以我们直接杀来。他们直接可以插队。啊，对，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底捞外面完成任务，我们两个完成了。等一下我们有一份免费捞面。不要，不要，你买的是那个？不要，没关系。OK 吗？那个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阿伟帮你准备亲的。没有人生日，为什么突然生日？呀，海底捞送的，好好哦。来吃他们的招牌精品牛奶卷。芝士奶油卷。啊，这是牛奶的里面。不怕，哦，我忘了他不怕烫，但也不烫。你记得那个小笼包都是疯子，不烫，好吃，但还有点太奶了。耶、yeah, ，可以吃银丝卷，好久没吃了，因为只要减肥。没有人沾酱油是犯法的，对。来示范一次给你看，教他，教他，教他。是我正确打开方式。Yes sir。太多了吧。Yes sir。这太甜了、yes、先生，没有，炼乳就是要这样沾、嗯、要不然炼乳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不行不行，以前你再吃就跟这个不像了。喂，会比这个更大一只。早安，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拍照的地方了，因为今天要拍一组照片，就是要拍业配啦。然后我们来到了华山文创，虽然也不是适合，很不适合我们这些一点都不文青的人，但这里真的蛮好拍照的。大家如果有看 Danny 的一部影片，是什么影片啊？ Danny 的玫瑰味道的夏天。玫瑰味道的夏天咩？只是剩下。哇，就是这歌词那一句我忘记了，就是有一个影片夏天。玫瑰的味道，玫瑰夏天的味道啊，总之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是在这边拍的。哇，今天蓝天白云，今天一点都不冷，而且反而有点热。好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拍照，你们就陪我们拍照一下。我们现在呢住到一家咖啡厅，想到在这边拍照。这个咖啡厅很暗色系，很好看。哇，它的明艳小丽。我以为是 Cliff 还在实力。家在龙宫蛮像 GD 的啊，有一点。我们点了两杯饮料，这个是 chocolate， 这是 matcha latte。嗯，好好。嗯，我要吃看它的凤梨酥，它凤梨酥是黑色的。凤梨酥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凤梨酥我可以接受吧？你竟然可以接受？因为不甜，真好吃哦。嗯，我对凤梨酥很有要求，是我喜欢的凤梨酥，因为我不吃凤梨酥的。哦，忘记跟大家介绍我的穿搭，今天配了一个羽绒衣，想说有点工装的样子。还有这鞋子，这一双是 Off White 的，紫色的很 Q。教你们一个方式，怎么用吸管，然后喝水不用到口红。因为自从我戴牙套过后，我会尽量让我的那个饮料不会弄到我的牙套，所以我会这样，看到吗？就你完全不会弄到口红，也不会弄到牙套。这是从我戴牙套开始研究到一个方法，你把它放在你的上颚，顶着，厉害吧？那现在我们喝完咖啡，然后想说来开个展，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
我们在这边，我发现这个里面都是卖艺术品。你看它图，就是有夜市的档口，然后它会罗马的一些景点，然后它就写什么这个是文化大清流，它就是艺术品，我觉得蛮好看的。我觉得很不同感觉。反正不是我品，是书生品，所以我觉得还好。真的好看，你看那个的扭蛋机，然后那些古代人在玩扭蛋机，这也很酷哎。这个2000片拼出来应该很美。我真的比较喜欢那个。这个、啊，哦，这个很有感觉。真的。这个我200块马币，我觉得蛮值得，因为日本的拼图都不便宜，但这个应该是台湾做的吧。我头发真的很长了，我现在很不舒服。我觉得等一下到晚上我就会把它开中分了，因为已经拍完照片了。现在我们要去各种展览。对，我们现在要逛逛妈妈鸡的展览。现在好像有几个展，一个是 Big Bang， 然后有 Mickey Mouse， 然后有一个是咒术回战。那我看不懂。我等 Tim 来的杂志，我们先去看了。对，等一下 Tim 也会跟我们来，因为以前现在在附近。他老婆在这里的什么展啊？总之是那种妈妈展。妈妈展、啊、不适合我们。我们还没到这里面。我很喜欢这里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好拍照，因为我不是那种很文艺的人。我觉得你不是很文艺的人，可是你来到华山文创，你就莫名其妙好像自己变文艺去了。对，很喜欢这里，这个感觉都找不到在哪。很文静，很喜欢这种感觉。哇，很 cute 哎 ，Baby Shark， 好可爱哦。哎，怎么台湾现在流行的卡通我都不懂了？我刚刚穿蔡常永业配的外套，这个是 Boss 的外套，对，而且是全新，还没有开始发售的。走，我这样全新。又要再讲多一次了，我们看影片的各位请谢谢我捡漏了。捡漏，我们买了一个叫什么鸡蛋糕，而且鸡蛋糕很特别，还有原味，还有红茶口味。我想要红茶，它的红茶口味应该不是有鲜料，它是整个是红茶和那个鸡蛋一起做东西、到后面才有吃到红茶的味道，前面吃不到。有后面有红茶，然后水煎，蛮好吃的。但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吃鸡蛋糕的人。鸡蛋糕，对 ，OK。给你们看今天有什么展，有《咒术回战》，这是什么动漫啊？不懂。咒术回战。冰封，我只懂冰封，其他不懂。而且这边很好，是它也是 pet friendly 的地方。台湾基本上都是 pet friendly， 好幸福啊！好想待在台湾。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养一只狗？养自己都来不及，还养狗？啊，是啊，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穷，忘记了。一个月500块。大家不懂的故事也懂啦，也懂啦。我没有在影片讲啊。亲爱的观众，出生曾经在台湾，一个月用500块马币过生活。嗯，超强的。哎，妈妈应该是。是吗？我们来看看雨谦在不在这。哎呦。里面没有睡箱。上班呢，哎呦。探班。就是碰巧了，对，刚好他们知道我们在华山，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这边的，我们要去看米奇展，因为别人是都会来拍节目，可是别人好像不会来台北，不会来台北，所以我看他去什么华东，就是好像没听过的地方，就是宜兰那些花莲、台东吧，我觉得，对，我们就去这个展，看别人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台大有4月5号不？因为别人很爱 Mickey Mouse， 嗯，我们要进展了，商品区，我们要买票吗？我们商品就好了，我们是要买东西而已，反正我们没有逛，因为它有一个。平票跟免费啊 ，IG， 我们的 IG 哦。对，我刚才有看到你跟雨谦打招呼。哦，那你知道我们谁吗？我想说你们应该有跟雨谦打招呼。的朋友，对，嗯，谢谢，我们因为雨谦又多了三位观众了，对，是他不知道我们的好。全部米奇的周边呢？哇 ，Danny 要疯了吧？好，现在帮 Danny 购物中，看还有什么想要的。而且他的周边不是那种很迪士尼小孩子，他是各种家居用品。我们刚刚进来这个 Mickey Mouse 的展哦，去帮 Danny 消费啊，8800台币。因为 Danny 买了新家，我们在帮 Danny 消费当中，因为我们帮 Danny 买了这一款吓一跳米奇要预购，马币差不多1000-1200，是蛮精致的啦。我们的 Danny 真的土豪，他想一下就买了，很厉害。为什么要逼我们看？我们没有想要看。你有没有看电影？所以你有看，就是那个鲔鱼饭团，那个吗？在列车上？不是，是不是演的？什么都不懂。他们现在要看什么《咒术回战》的？有那个？哎，你不要懂啦！哎，不对，你不要懂。熊猫？里面有熊猫？里面熊猫？哦，哎，啊，好像可以看一下。哦，好像熊猫哎！我真的是。对 anime 完全一点都不懂不了解，然后一点兴趣都没。啊、哦，是，可以啊，来。你会讲一下。Gorima Gase。哦。Gorima 他会讲马来文。啊、哦，很棒哎，很厉害。很开心。拜拜。看熊猫了，是不是？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带我看熊猫，为什么浪费时间在这里？明明可以，还男主，在旁边喝个咖啡呢。
现在不能拍了，等一下再给你们讲一下我的观后感，应该是句号吧。他们现在买一个手指鸡蛋糕，这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那手指就是恶灵，吃下去就是怎样？会怎样？只有主角可以吃，然后会怎样？吃了就很厉害啊！哦，肿了。你懂什么？但是蛮有兴趣是它是可可味。我们的东西到了，看好不好？有脆吗？对，各位观众，这是在那个人家的店里面的反应。来，那我们现在开始到外面来拍。其实还好啦。要不看《哈利波特》？什么？阿巴拉？你刚刚你吗？好像，蛮像的。你们这两个人，黄标，黄标，黄标。你看，我摇一下，像吗？谢谢我各位，刚刚才看到那个简介哦，这个是西方跟东方的文化跟古典跟当代的结合在一起，好酷哦！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在政大图书馆，因为要来拍照，我发现这边的图书馆蛮好看的。然后这边的图书馆呢是外人也可以进来，我们只需要带我们的 passport， 然后做抵押，然后换一个证件，像这样的证件就可以进来了，真的很漂亮。它有点像那个韩国的一个图书馆，但是我觉得这里比较漂亮，可是要靠修图。对，跟我的那个冰岛蓝冰洞一样，要修图。哇，好壮观哦！现在我们三个臭男生去拍照，但是如果你要拍好看，就要下一楼，因为楼梯在下面。我们等一下会在这里，然后就在这边拍，就臭男生。嗯，经过了，然后去打扰别人念书，看看吗？就是这种大概这种感觉，你们也看到菜菜王在哪里吧？他就是在这里。对，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他突然开灯了，我给你们看，开灯真的比较漂亮。开灯的效果跟没有开灯的效果差很远，所以我刚刚看的时间还是4:30开灯，所以你们如果要来拍照的话，就4:30才过来。我们现在结束拍照了，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一个最厉害的景点，什么？全台湾最出名的特斯拉，40万俱乐部，对，特斯拉，40万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哦，你们知道什么事？就是这个特斯拉比台湾的一般特斯拉贵了40万。哎，大家自己去查哦，蛮好笑的。那个人应该是卖特斯拉卖到抽成最多的，40万。那你要给我。我们等一下去信义逛逛吃吃，展示一下，我们没看过。出来吧。要按的，你不知道吗？要这样，什么这样这样，他们说很麻烦的。哎呀，不是要自己出来了？哎，怎么开窗了？没有，你要按啊，对，你要这样。无边框的镜子，哎，无边际泳池。再次，可以在上面游泳。哇，坐特斯拉，虽然昨天那天坐过了。你跟昨天一样，也是有司机。对，你赶紧看，没有人要坐前司机大哥。你看一个坐在前面。你看，我们就是要把你当司机。故意的。好，你坐前面，你们坐后面。我们逛街逛街，我脸有红吗？应该没有吧，因为我刚喝了大概一杯，应该一杯多吧。这点很奇，真的很好笑，因为我刚刚在香奈儿的时候看到一个后背包，刚好有我想要的 size， 然后又是黑银色，然后我就是在纠结，所以我一直不经意的喝了很多，就是这样子一直灌一直灌，所以我应该现在有点小晕，茫茫那种。好，我们现在呢要吃的是泰式这个 Nara， 我记得 Nara 好像马来西亚有点。不懂，但是是 KLCC 还是 Pavilion 的时候，我记得我没有吃过。如果有错的话，你们纠正我一下。然后现在等一下他们到这里吃东西。哎，我今天忘记拍 outfit 了，天哪！我今天 outfit 看到吗？就是全黑。今天就是主打一个非常酷的风格。我现在还在想着那只包，哎，好，我给我自己一点时间，如果3天内一直在想着它的话，我就回去买，如果没有就不买。然后那只包是跟 GD 同款的， GD 的是这个金色，然后我刚刚看到的是我自己很想要的是黑银色，但我最后没有买的原因
是那个链可能背久了会痛，然后我怕自己也背的不是很好看，因为它其实背的时候是蛮上面的，对，我还在自己考虑着，因为我觉得买包真的不能太冲动，最近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其实我每一年都会买包送给自己啊，就是我想要的包其实都是Chanel。 我刚刚给自己的理由是看要不要等一个就是今年出的新款会不会我更想要更喜欢，两三天后如果你们看到有再继续拍那个包包代表我买了。我们要吃泰式了，泰式就是出国不会错的选择，对吗？对，去哪个国家都要吃泰式。虽然讲我们在冰岛吃的泰式真的很难吃，但正餐啊，还记得吗？我想那个河粉。哦，好懒，对哦，我跟你吃那一间。对，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来吃这个有。吃过应该都不错。对啊，米其林的哎。今天有新朋友，嗨，妍妍。哎，我们认识很久了哇，终于见面。对啊，我们是网友。对。啊，他是去骑楼。快一点啊！要干。怎样？你付钱。没有，你刚不是退税吗？来退税。要干杯吗？干杯啊！白开水。开水要干杯啊！哦，谁生日？谁生日？快乐！嗨，生日。好啊。太久吧？快的，下下礼拜。很久。那算你生日。我生日啊，我今天生日。你过你的生日。骗人！骗人！到了士林夜市，我现在才开拍，因为我刚肚子太饿了，所以我就先自己逛，但是我也没有看到我自己想吃什么，所以呢打算回去找菜场。跟大家说这个建筑物他们说是艺术馆，这个从我念大学到现在，从我大学到毕业，然后我终于看到它的样子。你终于拍到我了。我忘记要拍，你知道吗？今天要回归士林了，来找一下我们的回忆。我觉得我们过会儿再回一天，因为我要拍影片。哦，他在拍碳烤鸡排，我去 Seven 看一下。结果我逛了一圈，然后没有我想要吃的。苏珊对台湾食物也不太好。对，而且很多都是炸的，像这也是炸的。但我还能接受，因为可以回味一下。我们以前买的时候是一片70元，现在已经90元了，起价。那看起来很好吃。主要是它又炸了又在碳烤，很香。这里。香香。打架是不是？好吃吗？好吃啊！我觉得我一定吃不完。但是菜场不要给我 share。真的好吃。哦，还是香港的。宝刀味老是这样用。说宝刀味，人每天都在做。做吗？对哦。我错了。我们终于来到了儿时回忆车轮饼，像我们一样叫的是起司巧克力。来，谢谢。谢谢。还一样好吃吗？气死！气死啊！叫气死啊！气死啊！好吃哦，好吃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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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好吃啊！真的、啊！哎呀，完全不一样。它以前有巧克力味，现在全部气死味。我看用的巧克力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呦，是不是？它是气死味道，已经没有巧克力味了，已经没有以前的味道了。哎呦！不好吃了，哎呦，去死喂，去死吧！我不喜欢了，失望。你打？走啊！走啊！我们被弹珠骗了，没钱了。这个根本就是个赌博游戏，第一次玩弹珠就被骗了。现在是安生给钱，不是我给钱，安生被骗了。耶！赌博心态啊，小赌怡情，大赌怀孕，不好笑。耶，我们又来到可贝了，好可爱哦，它叫 Linda Sofa。然后呢，我们现在进去，它里面呢都是一些复古的装潢。哇，这里好可爱。对啊，这里好可爱。我要上二。而且这个要定位。对，这个要定位哦，要去还有它的那个网站定位。耶耶，咻咻。对呀。冰岛塑料姐妹。冰岛姐妹。现在我们来采购文具，因为明天要去 BLACKPINK 演唱会，苏珊引起他们的注意。对，这次一定要做，因为有做有差，有做有差，每个有做的都会有回应，哎，一定要做。是不是很认真的？加油好吗？我们在你家没做了。哇，苏珊找到荧光了，荧光姐，美术小老师。对啊，美术小老师，我就等着他。看到就好了。我说有什么大事情这样，好像没什么事。剪开，你就 no。 所以你就先把这个把它拼在一起裁剪，然后你再分割，就等于说还是两块。你们好认真，叠账时间。叠账时间。
我们来到吃饭饭的地方，他们推荐的叫啥？新潮饭店。新潮饭店。新潮，新潮。怎样？不是那个越南的你好，知道？嗯，潮。哇，这个鸡汤好特别哦。对啊。嗯。很烫哦，很烫哦。很烫吗？直接烫下去。啊，好好。它里面有鸡肉吗？有哦，软壳蟹真的好小，有多少份？哦 ，OK 啦，可以啦，刚好四份，试试看。哎，有点饭吗？有饭。嗯，到家了，然后呢，现在要开始制作一下明天要用的手幅，但是我是有几个想法啦。第一个，我想要他们跟我一起比。那个爱心，希望还我这样子让他们比这样。还有一个，我有看过其他人有在演唱会的时候跟他们玩，就是拍那个石头剪刀布，我觉得有互动的蛮好的。因为我不想浪费嘛，我刚好有两个板子，我想要就双面用这样子，因为不可能会带这整个板子进去，所以一定会切开。还在想着要不要，因为背面的话会很丑。我想要做四个哎，因为刚好下个礼拜一就是27号是 Lisa 的生日，很想要写 Lisa Happy Birthday。这样子，现在先确定的话，就写那个该拜一波。我先削一下，我打个草稿。这个我要再大一点。我现在呢，大概打好草稿，我要先做那个 paper scissors stone 的那个。我应该不会弄到很美啦，因为哦。荧光哎，这荧光色，哇，是不是被阿姨骗了？哦，我生气了，根本上不到色，被阿姨骗了。不，我不会直接买普通的纸，不是更好？根本上不到色，怎么办？哼，我要想办法。太有爱了，安生陪我们下去。我们现在要去对面的小北百货铺，然后看有什么。因为台湾很厉害的地方是，台湾很多24小时的百货。对，我们到了小北百货。小北百货，安生家真的是对面就有小北百货。你看，哦，这肯定有我要的东西。哎。安生麻将哎啊！不，我们现在要，嗯，右上角一样的材质，啊、材质一样。可是它有其他的吧？它没有哎，它就一样了。我们有新的东西了，你看，我们买了一个双面黑板，然后可以写那种荧光色的。我们决定了，我买了两个，拿回去给这些小黑板，然后我们就带着这荧光笔，然后写在上面，而且。这个比 A4 size 还要小，所以我们是一定可以带进去的。天哪，怎么不知道这些小东西？然后我们还可以重复利用，我们新加坡厂还可以用耶！ Yeah! 我还想说留在安生家，我没带回去，因为我想说以防万一，所以我还是再画多一个。然后这个是可以直接这样收纳的。我只能讲，我们很努力要被看到了。因为讲真的，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台北的这个票的位置蛮厉害一些的，不是很厉害，所以不是很厉害，应该是讲不是，我们应该是高雄场最厉害的位置。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位置好，我们才做这东西啊，我们原本就要做这东西。我觉得这辈子可以做这个位置，真的是老天，50万，老天有保佑，真的。像这里讲啊，会选很正常的植物，不会。其实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做搞笑的，不做搞笑，是希望孩子不要这么搞笑。好啦，就是呢，等一下我们的晚餐是一个聚餐，就是要帮嘉文庆生啦。然后我们想说出门帮他选个礼物。突然逛街，我就看到一本书，这个词是我之前就有听过，但是我没有大致上的了解，好像蛮有兴趣的，我就来。买了一本《钝感力》，想不到我这么有文学吧？人工购物。今天我们到我们吃饭的地点了，今天嘉文的聚餐就在这个新东南。这个叫新东南小黄村。我要再 再拍一次就对了。不要。我们呢，本来第一天下飞机的时候就来这里吃东西了，可是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太累了，所以就没有拍影片。这里东西真的非常好吃。哇，我们今天有包厢。你们两个是认真的吗？哦。
还有新东南的包厢。嗯，听说很难听哦。你知道我今天我们刚刚搭时间，他主持人说，我们就跟他说了一串地址，什么汀州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嗯，是新东南哦，讲新东南就好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谢谢这个，很久嘞，谢谢这个司机大哥，送穿一波了。请你等一下要给他五星好评。可以，五星好评送给耶娜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他先不要，因为这个他会脱毛毛。这些东西是我们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苏珊在机场抱着这个白痴的熊抱上去，我跟你说超可爱。来喽来喽，东西来喽。这是黄飞鸿的满月礼物。它不叫黄飞，破掉了吗？对啊，断掉了。那我那时候为什么破掉了？因为安生的猫，我觉得是因为它有进过几次，我在上面我发现。那只好叫安生穿。真的破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看起来像艺术品啊，还是可以穿。还是可以穿啊！大家都到嘞，好多人哦。爽吗？不要吵。寿星猜一下九三二七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九三二七是什么意思。应该数学不好。数学？哎，听到了。哎，等一下，我确认一下，你不是二十七岁吗？对啊。九三二七。对啊，三二十七。对啊。哦，就这样了，就这样。然后你知道今天不只是庆祝你生日吗？今天是帮你孩子选名字，成龙、陈老东、陈皮选一个，我都不要。还有陈浩南啊，没错，陈浩南，陈小，他还会，他还会，我帮你讲。天哪，要试一下成语片。你要这个吗？可以，绿绿的。你要喝酒了？他们的剪台词应该会极为痛苦，可能会三二一，全部都在讲话。好吃，对啊，没关系啊。来，干杯不是？干杯，你是水吧？酒，酒。Moscato， Moscato， Moscato。干杯，干，干，干杯。喝完，喝完，喝完。天哪，好大只哦！十二个小孩生下来脚超多。对呀，太有意思了。别哭啊！不要是这样讲的。我们说你的小孩。太好了。祝陈耳东的妈妈生日快乐！好可怜啊！哎，我们好有默契。在座的各位，太笼统了，不要不要。哎，我太假了，太假了。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祝我们早生贵子。就是要，就是徐凯在吃西瓜。有伴的为徐凯纳。再一点。我已经分享完了。现在有伴的，你闭嘴。赶快接吧！哎 ，OK， 不要不要，要！然后第二个愿望希望演员离开。好认真认真。我的女儿可以长得像我一样，长得像你是现在的你吗？是以前的我。有啊，来继续假装吹一下，三二一吹，都没有。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常勇跟苏珊在一起八年，从来没有送过苏珊一个包包。哇，好棒！然后这次我们已经帮他挑好了，他要送包。没有没有，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始终如一啊，八年都不送啊。哇，可以吗？只要能厚点皮，好都可以。现在是晚上啦，现在呢，我们要帮徐凯浩庆祝生日了，他就约大家一起在海底捞吃个晚餐，然后我们会再去 KTV 唱歌这样子，然后边走边走。Oh yeah， 你怎么在这？你不是应该要在上面的吗？靠你啊，给你惊喜啊！不是很想要这个惊喜嘞？开心吗？不开心哎！可以叫他快点吗？你看一直在拍照，你可以打啊。叫他快点吗？因为他已经没救了，你自己要选择跟他在一起。哎，你不是约七点吗？七点半。是哦。对啊。原来我还想说可以迟到一点点的。哎。哎。垃圾。聚聚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先拿呀。哎，圆圆也到了，好巧哦。好巧。好巧不？海底捞大户。对。他海底捞有股份。对啊。海底捞有股份。还好。妈嘞。
在传授妈妈经，这两位不要生孩子。来了，好多人，哇，好可爱哦，好开心哦，没关系啊。许愿呢？许愿呢？就可以拍照吗？好，好啊，感恩。一二三，耶、你怎么不会吹？你是要给他看我们画面吗？你说好了，他们三个一起。这是什么动作？什么动作？什么动作？你不知道？怎么了？我们说要帮嘉文拍，然后你们不要惹孕妇生气，动胎气。那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点了，唱 K， 永远都离不开唱 K 啊！这个装潢很厉害，月球风。对啊，然后他们讲这个不要再讲冰岛了，月球那就来冰岛。他们讲这是非常高级的，哇！天哪，可怕的东西又来了，又是这两个恶魔。希望在座的各位就是越来越好，赚越来越多钱，然后每个月给我10万块。怎么啦？那第一个就不会实现了，好了，不会实现了，不会实现了。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平安。一二三，耶！这到底关你什么事？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是铁板烧，然后这个铁板烧是有很多很多副食的，对，超贵的都要300块嘛，差不多。还要讲是很高级的铁板烧。他说哇，你看，这前菜都超厉害。还好要生日了，各位，明天现在请我们吃生日餐。嗯，真的很热啊，好厉害。哇，还有鱼子酱哦，加鱼软。嗯，鱼子酱好好吃哦。下次有点龙虾，一人会有一只。哇哦，龙虾。谢谢。其实这边对价钱是，因为我们都是羊啊，还有松满猪，还有鸡排，它都大概是20台币。它这个价钱哦，不只是有肉，还有龙虾，还有很多各种各样海鲜。就我觉得这个。超级划算，300块，300多块可以吃这么多东西。嗯，我也觉得，其实有点像 omakase， 一点点。各位 omakase 这个价钱，应该是吃两盘嘛。哎，我第一次吃这个，这叫什么？就是那个啊。没有，阿乐很喜欢吃，要青色的。青蚝。嗯。是青蚝。青蚝啊，因为它是煎的，所以我敢吃。嗯。好酷。煎鱼。宿舍生气了。嗯，哦，好好吃哦，鱼煎的刚刚好，嗯，好像好吃哦。我不知道讲什么，没东西讲太好吃。它鱼煎的就是上面脆脆的，超好吃。第一口先吃原味。那个蟹膏的样子真的很厉害，好厉害，这个好多。满满的虾膏，哇，很饱，我要饱。
好吃了。这什么酱？红豆吗？哦，是。耶！吓我一跳！你们同款相机，我们同款，同款相机。耶！我们四年了，终于见面了。对啊。那你知道吗？我妈妈推荐给我。真的？我妈妈先看你的。是你妈推荐的？对啊，四五年前。我还以为是你姐呢。没。那你妈会中文吗？会会会。然后说，我想说不会中文还要推荐我，但是他不知道你是台湾人还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说有一个会说中文的，有一个很帅的一个叫，很帅，很帅，很帅，很智障的白痴。现在要进行一个游戏，就是呢，这六杯，你有没听过？有两杯是有三杯，三杯我们有三杯 double， 是有三杯是有 double shot 的，太多了。哦，二倍四倍了，好，总共有四倍是有的，这两个幸运了，一定是我。OK， 就是有 double shot， 然后第一个环节就是要先闻，如果你可以闻得出的话，你可以换。可以换啊？可以换，可以换。这是心理游戏。我不知道一个 shot 是什么味道啊。我大概跟你讲一下那个它应该有的味道好了，它应该有的味道是苹果味，像苹果汁，但是加了一点 vodka 的感觉。那我觉得我的蛮浓的，不可以讲出来啊。我想跟珊珊换，你要表现姐姐啊。你要表现姐姐的爱，那你要跟我换吗？然后再围，再围一次，再围一次。好，我跟你换。你刚有换吗？可以。我要跟你换。不要不要。哎，给你换啊！好美的，你看你怎么走呀？没有用。然后现在你在问曹勇跟你换？哎，打翻了！哇哇哇！这个，你跟曹勇换？对啊，你跟曹勇换掉。那就这样了。好，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哎，每个人先喝一口。啊！我选对了，你对了吗？我对了。这是我跟安生换的。能不懂吗 ？Yeah。所以学的不懂。我的。不懂的，那是你的。我的不懂。你的懂吗？这是你跟妈妈。珊珊这杯超浓，我刚喝完，然后我现在嘴巴还有酒味。对，它量会有点。啊。快晕了。我要算浓。顺利。敲杯。重点是我们上班。呀。还是浓的。哎，你的这个更浓。我们现在呢要搭台铁，我们要去桃园找 Manson 弄头发。如果你没有来台湾，一定要吃这个。红瑞珍这三明治真的很好吃，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可是它的酱就是弄到非常非常好吃，它就是有起司，然后蛋，然后还有它的独特的那个酱的味道都很好吃。嗯，应该是蛮有黏稠的，我们等一下是28分，所以还很早。快点，快点，快点！是真的，真的很好吃。真的吗？红瑞珍，你看我同学一样。红瑞珍，我吃你哦。哇！跟生鱼也不爽。它有一个酱啊，麦当劳特别好吃。哇，这个每天吃不到这样生鱼片。嗯，那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跟电台的朋友一起去野餐才吃到这个三文治。现在目前没有人可以比过它。你们看，好喜欢台湾哦！你看，谢谢，有你真好。好，谢谢。给你张，抱一个，抱一个。好的耶，好啦啦 QQ 的，谢谢，不会，拜拜，准备个合照，合照，我刷存在感就拿 VU 的哦，现在要搭，现在很烫，太热了，你要卡，你要小心我，我们搭的是08分，现在是52分，小脚张的，我觉得台铁的票或高铁每次都很有质感，哦，压是硬的，对啊。
红色那条。我还是觉得台湾真的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交通，真的，我们去哪里都可以不用开车，你去哪里都非常方便，所以不会有那种没有可能到不了的地方。10分钟，到了多少分钟？我们到嘞，好快哦！差不多20啊，很快。好快哦！我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到了。我还没睡到觉。我们还是去高雄那种比较适合我们。哇，我们第一次来到 Manson 开的店呢。他之前都是在那个东区，我现在已经来到桃园开店啊，那里啦 ，Manson。这么大个没有看到，笑死！现在过了，他很招摇哦，他的名字那么大个，就把自己的名字，我以后也要放一个叫常用餐厅。哇，你看他的名字超级大个，看到吗？叮咚，喂，超级大个。哎，不要啦，还有客户。太大声了，真的，真的，你按那个全程都很大的那种。都是你，都是你，啊，哇，是他，是他，是他，不错，哇，这个太厉害了吧！哦吼，我觉得比他上一间店好看。不一样啊，是全部都是他自己的风格，你知道吗？就是他喜欢的风格，而且比较舒服的感觉。都是你，你害他的客人吓到了。等一下，那个大耳窿来讨债。讨债。其实各位，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主要是我现在布丁头非常非常的烦。我其实已经忘记我来台湾是要拍 MV 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那些有配合的理发师嘛，然后他问我。要不要染头顶的时候，我当下就想没有事情啊，不用啊，我就想哦，不用啊，不用啊，因为我现在想要养我的头发，我想要让它健康一点，因为我是之前染了黑了过后，我又在漂，你知道吗？所以就很伤很伤头发，所以我想说暂时的先让它休息，所以这次可能只是补染头顶，然后头发的话，我现在是想要留吧，我不会留那种很乖的，就是我想要留 layer， 就是留到这里就够了，再看。要不要染一个新的发色，然后再看这个刘海要不要剪。就是我现在不是很喜欢刘海，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打理，然后又感觉比较干净一点。这样经过我们认真的讨论，想说把头发染成偏红一点的发色，橘红色。你就是红发女郎。什么啦？你不要乱接话。然后现在先补一点发根。太可怕了，布丁头。你今天拍照超丑。哎呀，真的很丑。啊，好痒啊，好痒啊，好痒啊！你看我每次漂头发，我之前头发其实不太敏感，不会怎么痒，但越来越久啊，真的是没办法，我都会给他们拿一个剪梳，真的受不了。开始上色了。Mason， 不会联合他搞我吧？搞你什么？粉红色是不是？哦，对啊。桃红色。对啊，我吓到了。火龙果的颜色。天哪，就是这个色吗？不要被他骗了啦，吓死了。哇，其实这个色也蛮好看的。直接爱上。边染边加进去的时候，它的那个色素的稳定度跟质感会更好，而且所有的护发会放到3到5倍。好哦，纳米雾化机。等一下再先气一样，再先进哦。好哦，仙女下凡。仙女下凡，有自己讲。我们自己也都开始了，是的，我们感觉很先进，有非常普度众生，有有。甜甜，剪到画了红色，不是火龙果，你也失望。哎，你要弄我，你很烦，你不要烦了。看起来好像不错。结束。你要再点葱吗？我们葱。不行。呀，我真的觉得师生会蛮危险的。好恐怖哦！我又回来这个发色了。哇，
吵架现在。在碰吗？你就是博美啊，博美来的。你不要乱接话啊，不好笑。你就懂他在说什么吗？他是博美，英文是 pom， 他就说我现在像博美啊，很 pom 啊，好像吗？很难听。要怎么剪呢？哎呦，你不要烦我啊。是一个可以一秒把书生惹生气的衣服，真的烦。如何可以吗？红发女孩。你是什么？哎，你要卖火柴吗？小红帽，不是，你是三只野狼。确定这个分解的车？哎呀，我们没办法。我想，我要找新的。看来你要嫁给我了，男神。哇，书生啊，就你吧，你帮我挡这一刀吧。硬了，太硬了，我也不行，我硬起来，我硬起来。那结束了，好看吗？这次是比较偏红，很红的那种，就是跟之前比较不一样。之前比较偏橘，然后是大橘色，这是偏红比较多的橘色。Come on， 很开心耶。然后明天就要去拍 MV 啦。OK。哦，后天 ，sorry， 哈哈。如果你们想要来台湾找他弄头发的话，我下面附个地址。应该是一下飞机就过来弄。对，一下飞机过来弄就超方便。不然的话，你们就如果是住在桃园的朋友们啊，怎么样，就是直接过来。下次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拜拜。八月哦。OK， 好，八月。把鼻子弄。先一下毛毛雨，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吃麦当劳。你想说为什么来到台湾还要吃麦当劳？因为我要拿他们的包装。还有吗？他们的包装是那个 BTS 的卡通 BT21， 啊，很想要。有甜心卡是什么来的？你看。超 Q， 不知道。我们决定还是不要用机器点，就是跟店员点餐比较好，这样子的话一定不会错。请问一下怎么拿到那个包装？就是那个 BT21 的包装。我们那个都会有。哦，都会有。对，给我们看，只有台湾现在才有限定的包装。你看，超可爱的。这里还有饮料，然后其实还有盒子的。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边的货不多，但是我想到那个盒子我应该也不会要 ，no， 因为会肮脏。那饮料应该拿不回去吧？超可爱！现在台湾有的口味是一个叫韩式的辣酱，薯条，好贵，好贵哦，有哎，哇，我没有看到。超可爱，我以为没有哎，应该是只有韩式辣酱会有。哇，当它好像是甜辣甜辣的，我决定我要跟昌永换一个，哈哈，等下再 try 一下。嗯，最喜欢刚出炉的麦当劳。我觉得刚出炉的话，我就会先吃薯条。如果它不是刚出炉的话，我就会先吃炸鸡。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很多国家的美东那都是没有辣椒酱，像台湾就是没有辣椒酱，台湾只有番茄酱，好像新加坡有吗？那时候去吃新加坡是有，好像是最近才有的，我记得。对，马来西亚真的 surprise。我们现在就在临川大学，就是我的大学母校。我们其实已经拍完了，现在要走了，然后才想起啊，没有拍到 vlog， 给你们看，要一包，谢谢。这是我大学最爱的芭乐，就讲不是所有时候都会有，我自由之前好像是分段时期才会有，然后每次看到就会很开心。但今天好像忘记拍一下我们的景了，哎，讲一下呀。对不起大家，书生忘记拍 vlog， 然后我是肯定没时间拜 vlog。对不起大家。我们摄影师看到没有？当当，从马来西亚过来耶。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 expect 这个 MV 会有多厉害啦，因为我们不是塞好了，我们就很 chill 拍嘛。哎，我应该很厉害，我也。我做新年好导演耶。对对。我们也没有管他。哦，如果你们追了我们很久，你们一定会懂这个地方。当当，然后这里也是我跌倒最严重的地方啊，小路主哎。但是我们这次也没有来要来打招呼，因为在校时期不是一个很热情的学生。他说，老师应该不记得我们吧？就算了。哎，我们是杰出校友哎，我是杰出校友。有一次不知道谁跟我们讲，对，是吗？谁？忘记谁了，就是有人跟我们讲，我们被变成杰出校友。为什么杰出校友没有那种？他讲哦。不是 ，I mean 一个布告栏啊，让我去拍一下嘛。现在我们在学校的部分已经拍完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下山是吗？要拍一些画面的话，你的 vlog 没有拍，我们拍什么东西啊，各位？当当，觉得学校是蛮美的，就是有点累以外，什么都好。那我自认我自己是一个不怎么
利用学校设施的人，就是学校各个角落都没有什么回忆。如果说大学最有回忆的地方哦，就是不要拍啊，你要对嘴哦，喂，你要在那边对嘴，跟操场，然后再跟你们聊天。宿舍好好对嘴哦，不要对错哦。哎，眼镜。西班牙。西班牙。加油哦，书生。我有听过名船的传闻，就是楼梯很多。给你们看，这个应该是可以拍到最多楼梯的画面了。锵锵，还有这，就是很多楼梯。所以现在的，如果你们是在籍名船生，你们就真的很幸福，因为呢，当初的我们都是要爬楼梯，一步一脚印的上来。然后只要你住在山下，就会很可怕，因为要迟到的时候，真的是从一楼跑到 H 六栋那种，真的是很可怕。好像比较长一点，感受一下读书的气息。跟你们说，我们学校最奇怪的地方就是狗洞。那为什么要叫狗洞？不懂，他们叫狗洞。像狗爬的地方吗？好cute啊！拍一下学校名字好了，名传大学。好，结束。我们现在想要在这个楼梯拍照，拍影片 ，sorry。其实我走这个楼梯耶，十个手指一定数得完，因为车真的超不常走这个楼梯，通常都是走那个狗洞的楼梯比较多。噔噔，这一幕有点稀奇哦，因为我们在大学是没有成熟，因为。我觉得在学校有应该要有在学校的样子，就是在学校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其他学生还是会这样子，可是我们不会，就觉得一点很奇怪。我刚刚过了对面马路呢，我才想起我的 GoPro 没有拿，我放在那边。但真的台湾很安全，因为之前听我朋友讲哦，就有一个包包的失主，他放了一个就是那种可以歇休息的地方，他就放着，他可能也是神经也蛮大条的，我就没有想到，包包留在那边呢，他一个礼拜过后回去哦，他包包原封不动的在那边，超级。竟然有这种画面，可以给我做 food dash 吗？哈哈，好好笑。堆一排蟹是什么样的概念？那我现在。来到我目前觉得如果来到台湾我会很想念的地方，是很想念的一个早餐店，它叫满家香。在这里大东路，如果大家有来到士林的话，可以来到这里吃满家香。很多很多人哦，这里三位，好，你们是不是点餐？好，我来这边一定会点的是那个点心吧，还在等一下，好，你们请坐。好，谢谢。好像没有法式吐司哎，叔叔没有法式吐司了。有啊，在这边。啊，吓到我了。法式吐司一定要吃这个。呀，放到荧光字我看不到。他吃法式吐司一个，其他的就还好。哦，他们那个面也是很好吃的，就是那种宫保面啊、炸酱面那些都很好吃。噔噔，我们的宝贝重头戏法式吐司一定要吃，它其实就是面包蛋加炼乳。噔噔噔噔，各位，哇，好酷！这块有没有 M 面？哦，嗯。来，换个有点宫保面鸡柳的。还有点锅包面鸡柳的有吗？太好吃了，你要去，一定要去。好，蛋饼，你也吃水煮。我们现在要拍一个新诗骑 U bike 的，哈哈。好久没有骑脚踏车，有点不习惯我的单车，好像不可以，没事。耶，好开心啊！好久没有骑车了。我们现在呢，在等那个天更暗的时候。你还下雨了？它下雨了。我们来两个星期都有大太阳，结果这个星期就一天，这个礼拜要下雨。对啊，然后我们就来了我们大学很常吃的越南祥记，真的很好吃。如果大家有来，就要吃鸡腿捞面，很好吃。然后要配它的辣椒。噔噔，就是捞面，它的感觉哦，就是有点像云吞面那种湿湿的云吞面，但是非常好吃。好，我不记得有没有起价，应该是有起价过的。现在是一碗要115。
还是一样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圆筒面一点了。辣椒大椒哇，就是这个味，它辣椒真的是酸辣酸辣到一个点的那种，很爽。随便吗？还没吃到人，谢谢。我可以天天吃它，我大学生，天天。我要讲比较大声，因为真的声音很大。就是呢，我们现在要拍 MV 嘛，要拍晚上的景，所以呢就先要找一个地方先休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来了一间我们大学最爱来的甜品店，等一下再拍那个名字给你。这边真的哇，它的芋圆真的是 Q 到不行，我叫了热豆花、芋圆珍珠，还有地瓜圆。基本上吃到的芋圆呢，会有一些芋圆渣，但在这里不会吃到芋圆渣，它就很嫩很 Q 的那种。因为菜菜种叫饼的，我觉得热的会比较好，因为热的话它不会那么快硬，饼的话它容易就硬起来了。天哪，来台湾看到这两个地主，我只可以来两个小时，像我们，他把时间空出来，很感动哎。你才空出来吧。才空两个小时给我，哪有可以到三点呢、啊？是他啊，就赶啦、啊，赶快吃啦、啊！哇 ，Hucky，Hucky，Hucky， 这个好吃，这个好好喝。我们在聊包包，然后就聊到小吴为什么那么喜欢香奈儿。原本我是喜欢 LV 的，可是我突然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还一起运动的时候，在三百公尺，我就跑步机嘛一排。我们在走，然后我就很闯，我说苏珊，那你最近想买看的包包吗？他说我这是限量了，他就买了一堆限量。我想一下，那我就被他影响了。你看，你看我朋友里面最多香奈儿包，真的。你能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骑脚车的很可爱。这个中国版蜡笔小新盲盒，他想要那个骑脚车，但我觉得其他都蛮好看的。这是他穿妈妈那个被打蛮可爱的，这也很 Q。那个上课也可爱。就讲这一盒，这一盒最值得，我觉得。我想买这盒。OK。哪圈啊？基本上这一盒差不多30多块马币，就是买一个运气看抽什么。我们直接开。到底苏珊为什么他想要的东西呢？感觉应该也很难。这个真可爱。真、啊。你来给我看一下，你不要看，抱眼神。等一下，我就想要拍影片。果然有拍影片，然后有摇一下。啊，是他要的。再跟你讲，那个很像轮子的声音。你是有什么问题？很 Q 哎，耶、yeah, ，好幸运哦！哇，抽到就抽到我要的耶。你可以不要笑吗？笑，很厉害吗？我你只是幸运而已。我本来不要拿那盒的，不是他本来要拿另外一盒，我就跟他讲，那盒应该不像轮胎的声音。我讲这盒很像，摇一下，摇一下就好，然后摇一下，我就光下。其实不能摇的，但有抽到就好。哈哈，有人去逛街买礼物给我，那我也买给自己。耶，谁来的？妖精的味道。我这个是 B， 还有一套了，那我跟中国 JK。JK 一盒多少？150，刚刚就300。哇，好可爱哦！我来台湾哦，见你只有两天。哎，太忙了哈，他就是空中飞人。他特意买了这个给我们，超 Q。这个临时用相机，差不多1000块台币。1000块是70块。咋啦？130马币啊？哦，130。Oh my god！ 我们过后可能也会有。我刚刚呢，在有成品。假装？哎，不是哦，不是买书，我记错。什么？买了一个礼物，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它不是台湾制造吧？我觉得它这个珍珠很 Q， 然后就有点台湾这样的感觉，而且它的背后，因为想要配玉是吗？台湾珠，其实。一开始是有啦，它是一个杯垫的杯套来的，在台湾很多人都是在用杯套的，就是他们都不会拿塑胶袋，想说这个文化真的可以慢慢带到马来西亚，环保环保。对对对，他说他买猪的时候想到你，我没有哦，是他讲，你们下次出门可以带钱吗？是他叫我过来结账吗？结得好，结得好，你结得好，我就跟你结婚啊，要不要？给你筷子啊，快嫁给我。季节五一，谢谢。
说什么鬼？说什么鬼？不要对，不要对，什么对？龙宝吗？